快刀薄切，香鸡志工好专业，但素菜多达六道，得拿出纸笔，一边说一边记。有这个明仔载就开始扣啊，啊，这种条爱摆较水的，安尼你的佛跳墙物件拢食完哦。食材这么多种，光整理就花了一天。前置作业我们就动用了差不多50人了哈，那像今天我们要动用的差不多有要近100人来共同成就。晴朗的好天气下，志工一边挥舞锅铲，一边狂擦汗，但专注付出的心好幸福。大家如果觉得很不错吃，我们就很快乐的，就不会去考虑这辛不辛苦的问题了。欢喜心做啦，所以大家都不会觉得很辛苦，就快乐这样子。为推动斋戒如素，台南善化园区推出舒醒幸福套餐，佛跳墙、素羹、油饭等六道菜，每一道都是功夫菜，要让认供的民众带回家享用，因此连装盒打包都很用心。母亲节前后共推出200套餐，不只用来体恤辛苦的妈妈，更能在家中推广如素护生。我还有很多家人没有吃素，那我想说借我母亲节这个节庆，然后邀请她来跟我们一起享用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的。套餐共享天伦，更用健康蔬食为家人的健康加分。大爱新闻郑瑞平、李百成、陈和生台南报道。